大家好，我是小白，也是这第十八期的《海贼王》礼物的得主。Hello， 仙台让我没有花半毛钱，让我得到了价值不菲的《海贼王》礼物。在这里，我要感谢小翔，如果不是因为认识他，我才有机会参加这项比赛。感谢这七天七夜帮我投票的每一个人，我才让才有现在的成绩。在这比赛过程中，虽然我的账号被锁，但你们仍然很努力的帮我投票，所以我说过我不会让你们的票白费。我用我的行动证明我得到了第一名。想要和我一样得到免费的奖品吗？赶快参加 Hello 仙台的比赛吧，谢谢大家。